Hello, Mia， 我有个东西要跟你讲诶，我不要读书啊，可以吗？怎么呢？我想要去做艺人那种。你跟我讲你要读到 Master， 你可以的。可是我觉得哦，读出来哦，也是薪水也是这样少罢了。我就想要做艺人哦，就比较红，就可以赚多一点钱。你要钱多有用吗？有啊，我钱多就可以养你啊。你我又没有讲不要养，是你自己不要给我养你。我不想你这样累吗？我需要人家安慰，希望人家珍惜，我都不需要人家养。我尊重你们的选择，你们要怎样就怎样。你不要哭先，我要跟你商量先，你有什么意见？你们都在算了，你要怎样你们喜欢。我不是不喜欢你做艺人，你做艺人更辛苦。可是有一个韩国的公司要签我，他就可以送我去韩国训练。叫你一个人去吗？你讲家人会不会担心你？人心难测啊，人面兽心啊，你不知道人家怎样对你。我的朋友跟你讲一下，他叫恩恩，还是有趣儿。Hello， Andy 啊，啊，我是他的 BFF 来的，我会跟他一起去 Korea， 你可以给他跟我一起去没有？这个我不能答应你，因为我不知道哦，那边的情形是怎样的。哟 ，please 咯哟。Hello， 这样你觉得可以吗？我不给你去你辛苦，我给你去了你辛苦，我更辛苦。我觉得你讲了也是蛮对耶，我不要去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的经纪人讲？안녕하세요 ，Hello， 啊，我是韩国人金호인。哦，金호인。你女儿有才华，你赞不赞成她去韩国？啊，我很担心，我很担心她受骗。她是一个小孩子哎，她还不会照顾自己。不用担心，思密达，我们公司可以邀请你去韩国一起，思密达。一起啊！我看你的照片，你的女儿给我看，啊、你也可以做艺人。我可以做艺人，你也可以过来。看看我们韩国公司栽培了很多的韩国红红的艺人，有这个林德荣、杨美妍，还有 Jeff 陈厚英。安迪啊，我们一起去做明星 啊！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啊，这个事情很难去跟你们解释啊。Sorry 啊，安迪，我不忍心，我真的不忍心。OK， 安迪，我要告诉你，这里是麦新染居家，是你女儿上来电台，就是给你一个 surprise 罢了。快点跟妈咪讲话，快点跟妈咪道歉。Sorry， 安迪 ，Sorry， 咪对不起，我还是要读书的。死了，哎呦，安迪，我很干净啊，我很这样很坏这样哦。不会啦。啊、不会啊，幸好啊，幸好啊，幸好不用去韩国啊，只有那民主啊，这水雷暴啊。